9月13日报道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6日报道称，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卡西姆·塔吉扎德日前盛赞了该国自主研发的巴拉尔373防空系统，称与俄制 S-300 相比，该系统具备更多的能力。报道称，塔吉扎德对记者说，巴拉尔373已成功通过所有最终测试，在投入使用后，它将增强伊朗的防御能力。图为伊朗防空导弹发射车模型图。巴拉尔373是伊朗设计的远程移动防空系统，于2016年8月面世。塔吉扎德说，巴拉尔373正在享受伊朗现代技术发展的福祉。图为伊朗防空导弹。他还说，一颗伊朗国产卫星预计将在数月内发射。早些时候，负责议会和法律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里萨塔拉埃尼克曾宣布，巴拉尔373防空系统已进入最后阶段。图为伊朗防空系统。